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，关于倪匡，一笑已经风云过。幕布已落，他独留幕前。精武门上映，李小龙拉编剧倪匡去戏楼观看，李小龙紧张的手心出汗，倪匡洒然淡定。电影好评如潮，有学者开始专研陈真生平，倪匡听闻哈哈大笑，陈真的故事都是我编的。香港传奇如大团云雾，60年间倪匡穿行云中，留下踪影无数。他曾为邵氏编了261部武侠片，一手开启武侠电影黄金时代。他曾写了145部卫斯理，超8000万字科幻小说，引领30年科幻风潮。他曾同时给12家报纸写连载，坚持多年，每天手写数万字，自封为汉字写作速度之快，世界第一。他是黄沾至交，古龙密友，香港4大才子，平生最得意对联。屡替张彻编剧本，曾带金庸写小说。他给太多故事刻下了倪匡制造，最后自己人生也如传奇。1957年，22岁的倪匡初抵香港，夜校读书，不常打杂，最后去荃湾工地做钻地工。钻地机器重于100斤，他扶着机器颠簸抖动，世界坚硬难摧。开工间隙，有工人看《工商日报》，报纸周末时连载武侠小说。倪匡扫了几眼，插话说：“这种东西我也会写。”众人哄笑，四散做活。倪匡不服，一下午写了万字小说投稿，一周后竟然刊出，得稿酬90港元。此后，他以每天一篇频率投稿10余篇，竟无一拒稿。最后，他干脆在《工商日报》上写起专栏，专栏名为《生饭集》，以为每天写写字，饭就生出来。《真报》社长陆海安找上门来，邀他到报社供职。报社位于合理活路，楼下尽是喧嚣红尘。报社算上社长一共5人，倪匡负责打杂，座位紧挨公司供神的牌位。采访部主任想喝咖啡，倪匡跑去买，副刊要300字影评，倪匡对着海报编。社长外出应酬，600字的社论也成为他的工作。当时真报上连载台湾名家司马翎的武侠小说，作者脱稿失联，倪匡请缨代写，连载数周竟无人发现，读者反而好评如潮。司马翎得知后原本大怒，看完续写对倪匡说：“续得很不错。”倪匡笑答：“岂止很不错，简直是写得比你好。”倪匡名气日盛，12家报纸同时约稿，他在墙上钉上12枚钉子，小说稿件对应加好，随便抽出一张，抬笔就能续写，1小时能写满9大张稿纸。合理活日升月落，整个人类世界迎来漫长的和平，披头士音乐如海波般抚慰欧美，登月飞船腾空而起，飞向湛蓝的星空。那是想象力溢出的时代，香港新报成立，倪匡应邀写科幻系列《女黑侠木兰花》，专栏火爆异常。倪匡女儿在考试前夜通宵读完木兰花故事，凌晨5点奋力敲打倪匡房门：“你的故事狗屁不通。”倪匡取笑道：“狗屁不通却读一整夜。”1960年，倪匡在《明报》连载《南明乾隆传》，同时还在别的版面和金庸比战。隔年，《明报》创刊2周年，酒会上，扎泰大声问：“倪匡来了没有？他这样骂我们，还敢来吗？”倪匡笑答：“早来了，就在你身后。”扎泰大笑。酒会上，金庸力邀倪匡到《明报》上班，两人从此相交莫逆。倪匡说：“平生最快意之事，就是在金庸家中醉酒，大喊‘小二拿酒来’，
扎泰立即递上威士忌。金庸极爱倪匡，两人打牌，倪匡输急眼，拍桌而去，金庸必电话哄劝。一次，倪匡耍赖，说输着钱本来要买相机，金庸听完立刻送上名牌相机。两人聚餐，金庸知道倪匡爱鱼，总将鱼头夹给他，倪匡从不客气。直到十余年后，倪匡口腔发炎，不要鱼头，金庸大喜，你不吃我吃。倪匡才知金庸也爱极此味。倪匡最早在《明报》写武侠小说，自觉写不过金庸，转写科幻。一日，他乘公交车，路过香港卫斯理村，便取卫斯理做主角人名。绵亘41年的传奇至此开篇，卫斯理的故事很快风靡香港。巅峰时，出版界传言，倪匡出本无字天书也会迅速售罄，充其量下次买时看清是不是无字续集。连载《地心红炉》时，他顺手写道：卫斯理在南极遇到一只白熊跑来，有读者天天写信骂倪匡，南极没有白熊，南极只有企鹅。倪匡不回，信就越写越长。倪匡一怒，在其专栏上用大字写道：某某先生，一，南极没有白熊；二，世界上没有卫斯理。读者气笑，回信两个大字：无赖。最后还是金庸圆场，原来南极是有白熊的，现在没有，因为给卫斯理杀掉了。天马行空的卫斯理陪人们一同进入风驰电掣的时代，很快故事外的世界和故事里一样光怪陆离。金庸评价倪匡称：无穷的宇宙，无尽的时空，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，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。倪匡和金庸因才华相交，和古龙则是意气相投。离开书桌的倪匡是放浪形骸的浪子，那些年他常飞台湾，与古龙不醉不归。一次他因突发事务去台北未通知古龙，古龙得知后竟为此找遍台北酒店。古龙病逝，倪匡形单影只。他曾和三毛守在古龙头七夜，期待魂魄归来。此后他梦到许多人，偏生没有古龙。中年的倪匡依旧嬉笑江湖，但越来越古怪孤僻。他收集满房贝壳，养九缸食人鱼。小朋友来家，他从冰箱取鸡放入鱼缸，表演肉鸡变白骨。一次蔡澜到家，见他吃瞪花朵。那天倪匡看花看了4个多小时，只为等开花一瞬。1992年，倪匡携妻子移居美国三藩，留言称：自此天涯海角，世事无我，纷扰由他。新家是艺术家旧宅，造型古怪，一层有4个卫生间，家人迷惘，倪匡却觉得古怪的颇对胃口。他相信人生百事皆有配额，抽烟、喝酒、恋爱、写作无不如此。在美国，抽烟配额率先消失，此后美酒和美食配额也堪忧。蔡澜宽慰他，至少还有思想配额。他反问：香烟美酒都没了，思想配额还有鸟用？倪太在一旁笑笑：我们这些男人终有今天。当年他游戏红尘，蔡澜给他刻过一张：鱼有四号，酒色财气。晚年他意兴阑珊，和蔡澜说：算了，你帮我改成四大皆空吧。蔡澜送来一印，只有4个空栏：本来空空如也，又何须自填。2006年，71岁倪匡回港定居，言行常荒诞无忌。狗仔围追堵截，他从不回避，反而主动上狗仔的车，让他们帮忙搭乘到目的地。一次他在药店门口被狗仔围住，
众人问他买了什么药，倪匡答曰：“避孕药。”众人一愣，继而大笑摇头。两年前，他忽觉写作配额用光，作结未思礼，最后一本名为《只羡老友》。书中的卫斯理和一众老友远遁星海，从此再无音信。传奇终成旧事，最后散在人间烟火中。有次，倪匡和家人逛街，偶遇三口之家，父亲指着倪匡对儿子说：“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卫斯理。”倪匡笑言：“从没在一个小孩的脸上看到过那么丰富的表情，交杂着失望、难过、愤怒和难以置信。卫斯理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又老又胖、衣衫褴褛、拄着拐杖的糟老头子呀？”几年前，香港作协举办小说写作训练班，倪匡是讲师，台下数百名学员期待倪匡分享高级技巧，没曾想倪匡上来便说：“写作才能是与生俱来的，没法靠后天的努力。数学家或许可以训练出来，但小说家不行。不要问我写作技巧，只要开始写就会越写越好。你们这样问就代表你写不出什么好小说。”话音刚落，听众当场要求退钱，倪匡也委屈，他只不过将所知坦诚分享，大家又不信。知乎上有人拿他和刘慈欣比较，引来嘲讽一片。事实上，他的小说更接近幻想小说，并非正统科幻。亦有人贴出刘慈欣的评价：“从来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把科幻之火燃得如此之广，他那一维的科幻像一支飞剑，强有力地洞穿了市场。”倪匡并不在意这些评价，他说：“小说好看就是了，归类叫什么并不重要。”他深知他所属的时代幕布早就垂下，他独留幕前以眷览争辩。黄沾走了，林燕妮走了，金庸走了，半个世纪的故事只留下几个最后的配角。港九深巷杂货店中有时会放郑少秋的老歌，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，一笑已经风云过。当世界荒芜生长时，总有传奇诞生，但时代归于平稳，故事自然另有主角。他平生极爱哈哈大笑，好友为他写传记，起名叫倪匡传，哈哈哈哈。倪匡在书中问答部分称：“人生有回忆不是坏事，怕只怕梦醒时无头可回，无岸可望。”2012年，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，写了461部电影剧本的倪匡，获得终身成就奖。那年，倪匡77岁，他站在领奖台前，慢悠悠拿出发言稿。众人以为他要长篇大论一番，但他只有10个字：“谢谢大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”主持人想让倪匡多说几句，一旁颁奖嘉宾徐克说：“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拍武侠，不拍科幻，就是在多等，等技术成熟了，再来拍您的经典。”倪匡答：“这在于你，我无所谓。”